do you hear of the shows in China? The show? Sure. So, what did you say?公公 look, this is a show in China, 中国新歌手思密达。Yes, there's a singer. 他可是我的偶像刘碧晨。Pardon? The singer is 刘碧晨。So that's next. The girl in red is 刘碧晨。对呀、啊、对呀、啊。好了，小飞飞和公公也太闹腾了。不过他们刚才的对话还是挺有含金量的。回顾一下 ,look, this is a show. 看这就是那个节目。There is a singer. The singer is 刘碧晨。这有一个歌手，那个歌手是刘碧晨。The girl in red is 刘碧晨。穿红色衣服的女孩是刘碧晨。看看这三句话，有没有某个相同的词反复出现？对了，就是这个 the。它在咱英语里叫定冠词，定就是确定了的。它的第一种用法表示特质，往往翻译成这个那个。比如 ,look, this is a show.看这就是那个节目 The show 就是这种用法第二种定冠词的用于第二次出现的名词之前比如 There is a singer The singer is 刘碧晨这儿有一名歌手这个歌手叫刘碧晨 Singer 第二次出现所以前面加 the 特指上文提到的人或物第三种定冠词用于有短语修饰的名词前往往长成 the 加名词加介词短语比如 The girl in red is 刘碧晨穿红色衣服的女孩是刘碧晨 girl 后面用 in red 修饰 in 加颜色表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所以特指穿着红色衣服的女孩不是穿其他颜色衣服的女孩哦再比如 The girl on the stage is 刘碧晨舞台上的女孩是刘碧晨 girl 后面有 on the stage 这个短语修饰所以要加的特指舞台上的女孩好了讲了这么多关二爷给你一个 outline 吧定冠词的表示特指最常用的三种情况是一特指这个那个如 look this is the show 看这就是那个节目二上文提到的东西第二次出现前面加的如 there's a singer the singer is 刘碧晨这儿有一个歌手那个歌手是刘碧晨三 the 加名词加介词短语介词短语用来修饰名词比如 The girl on the stage is 刘碧晨舞台上的女孩是刘碧晨学会了吗学会了快去操练起来吧 Oh yeah!